聖失書院咧，應該係一間好古老嘅學校啦。咁我哋應該係一間最古老嘅天主教男校。早期喺1875年咧，就有我哋叫喇沙嘅修士咧建造呢間學校嘅。而家我哋見到嘅所謂old building 啦，或者我哋叫 chapel block 呢兩座咧，其實係喺1920年代嗰陣時起好嘅。咁我哋學校一間傳統名校啦，舊生裏邊都有個好出色嘅人。出咗嚟嘅，譬如光纖之父啊，光光教授啊。咁對於我哋北座咧，同埋我哋嗰個 Triple Block 啦，喺2000年咧就成為香港嘅法定古蹟啦。我哋好高興能夠有一個建築物咧成為法定古蹟，都有時有啲外邊嘅人咧係申請上嚟我哋睇下我哋呢個法定古蹟嘅。咁我哋同學啦、老師啦，同埋我自己咧都好感覺個驕傲。我喺呢度教咗35年書啦，咁我成日形容自己咧係一個好後生嘅老師，因為我翻嚟教書嘅時候咧係21歲嘅，但我係一個好老嘅校長啦，因為我56歲先至開始做校長嘅，咁而家做咗3年幾嘅校長。我讀書嘅時候，學校同而家嘅分別咧，其實真係相當少嘅。如果你問我，我覺得我哋啲同學成日咁樣蹦蹦跳跳咧，佢好似完全都冇影響咁咧，我覺得當年嘅建築咧都非常厲害。